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哈。大家好，我是冷冷。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。本期的视频呢，是一次非常私人的购物分享。就是私人到，就是我都不太好意思拿出来。因为本期我们要分享的是 Lolo 去年穿烂的三双鞋，真的是穿烂了。那本期节目呢，我想分享一下我的选鞋标准，以及我为什么会把这三双鞋穿烂。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，请大家按照惯例给我们点赞、转发、收藏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你点个关注哦。那第一双，我来分享一双我的运动鞋。第一位向我们走来的是，噔噔噔噔，这双啊，就是阿迪达斯 Original 的 Lacombe。双鞋子被你穿得满脸皱纹，对，就穿烂了。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穿比较旧一点的东西，就是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刷新，就是崭新的，就包括我买，那就我吗？不喜欢我的崭新的亮闪闪的。不，你这个是亮闪闪，我说的崭新就是说，比如说一款特别新的包，特别新的衣服，我个人是不太喜欢那样的。所以你喜欢把那包再这样抡两抡，对，我会个人会喜欢那种有带自带一种旧旧的感觉的东西，我觉得会更有故事感一些，就是有一种做旧感。所以对比于新包来说，我个人更喜欢二手包，当然这是个人选择啦，也没有一个好坏之分。那我来分享一下这双鞋子，为什么我会买它，是因为我之前去法国的时候就去逛，回老家看唱回。对，这是我家老家特产。然后那个，就我看很多就法国的男生会穿这种网球鞋，对，觉得特别好看。我觉得也不局限于法国男生，欧洲的男生。在我上学期间，我感觉这双鞋简直是人手一双。对，这个鞋子其实相比于前几年阿迪达斯大火的那个 Stan Smith， 它这双鞋子更灵巧一些，对，更加的简约，然后风格也更加的隽永。我们看到 Chanel 也推出了类似的鞋款，但 Chanel 的价格你知道就非常的贵，所以这双鞋子价格就很合适，大概在600-700元人民币左右。它的侧面比较矮，对，会显得你腿更长一些，这对于我们这种短腿男孩来说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质量真的是非常好，就基本上我的运动鞋，如果就一直穿的话，大概半年或者一年就废掉了。但这双鞋子真的坚持了很久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质量这么好，但是质量就很好。确实啊，就是像欧洲人民穿这双鞋也是可以穿很久。对，要知道欧洲人民是怎么穿鞋的，它是左脚踩在右脚上面。是左脚踩右脚这个事情，我一直以为是10岁之前的小朋友会做的，然后来欧洲之后我大开眼界。白鞋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好搭的鞋子。对，那我为什么选择这双呢？因为它的一个设计，它的前脚宽会稍微宽一点点，相比于Common Project 的那种窄窄的意大利鞋型，它这个更舒服一些。那个 Common Project 穿上去很挤脚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感受。比如说大像大衣这样的正装，比较正式一点的衣服，或者是搭配运动装，都是非常好穿的。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下，风格非常隽永。我觉得这种鞋子人一穿上会给人带来一种年轻的感觉，有一种自带减龄感的一个属性，而且它有一种自然的复古感。相比于耐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美国的品牌，我更喜欢欧洲的这种，尤其是阿迪达斯的那个 Original 鞋，就是更复古一些。我觉得对于我的穿衣风格来说是非常搭的。所以如果大家想购入一双小白鞋的话，今年我非常推荐这双鞋子。那同样的呢，阿迪也会有别的款式，比如说 Gazelle， 它也有白色的鞋款，我也是推荐大家购入。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也很有意思啊。Gazelle 就是羚羊的意思嘛，就羚羊鞋，能想象到脑子当中已经有一个画面了，穿上它的人就是有一双小鹿腿，对，然后在夏日的阳光下奔跑。而且像这种小白鞋，另外一个百搭原因呢，也是因为它的颜色，白色是属于中性色，所以它不论配哪一种颜色都是 OK 的。对，阿迪的很多经典鞋款，比如说 Superstar 或者是 Stan Smith， 我个人觉得它有一点点笨重，因为它是设计的比较圆头圆脑，像小面包。对，然后这两款鞋呢就比较轻盈，就更秀气一点。对，让如果你是一个非常长的男生的话，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瘦削的男生，瘦高长。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瘦高的男生的话，就非常建议这个鞋子，大家去试一下，非常好看。当男孩长面人的男生，他的鞋柜里需要一些比较正式的鞋。轻熟男。对，轻熟男。第二双鞋呢，我其实在很多视频里面都说过，快点大家来抢答一下是什么。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应该知道我很爱那双鞋，大概就是买一囤一的这种情况，就是穿一双看一双，对，再丢一双。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我之前推荐的这个 Penny Loafer， 这双是我穿坏了，你看这鞋底已经磨成这样了，然后我又去买了一双一模一样的，因为这太好看了。因为我穿这双鞋的时候去巴黎，然后就
盛赞，就大概就是被夸爆，就走一条街转一脚，然后就会有人把我拦下来，然后说哇你的鞋好好看哦。最后你知道怎么办？最后就光着脚把鞋藏在包里，因为要赶时间。我也想哇哦，然后回头立刻就买了一双这个，嗯，就是一模一样的。我特别喜欢它的颜色，是一个很高级的咸菜色。对，而且这个鞋型很高级啊，不管是在 Prada、在 Gucci、在 Ferragamo 里面都有类似的鞋型。我为什么喜欢这家品牌呢？是因为大家看这个鞋型的后跟啊，很多 Penny Loafer 后面有一道杠，这是我不喜欢的。然后它整个线条非常的饱满，当你把脚踝露出来的时候，这一节会显得特别的好看，特别的性感。也不能说性感吧，男生就是特别的喜欢脚，就是这一段会显得特别的好看，就显得特别的优雅。那这双鞋呢，就是我不管你去配正装呢，还是配休闲呢，都是非常好。然后它的底是真皮底，我体验了一个。对，我之前买了一个红色的，也是穿到要贴底的这种程度。然后这边又买了，就是囤了一个这个。这双鞋其实在Chanel 和 Celine 的秀上已经看到了这种类似款，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买。然后牌子呢是 GH Bus。GH Bus 的这个牌子最近在打折，它每年都不停的在打折，所以非常好看，非常推荐大家去买啊。这双鞋子呢可以说是百搭鞋型了。当你穿正装的时候，你穿它又显得你有点俏皮；当你穿休闲的时候，你穿它又显得你有点专业，有点矜持啊。对，所以结论就是一定要买，穿它，穿它，穿它。对，然后他们家每年会推出不同的限定色，嗯，这个是去年的一个限定色，然后前年是一个海军蓝，嗯，然后他家最经典的是一个 cherry 的，就是这种红色的和黑色。张朵红，这很好看，非常好看。这个、红色，而且你想一下，男生的衣柜里面大多数是深色系的，嗯，比如说黑色呀、藏青色啊。你如果鞋子上面稍微出跳一点，带一点那种红调，就会一下子很吸睛。而且这个风格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复古风格，嗯，就是我个人是一个很复古的。大家看这个鞋子啊，这个鞋子在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 MV 里面也出现了，就是一个是很经典的鞋，所以推荐所有男生诚意推荐去买一双，好吧？听我的，没有错。听他的，你也是会在每一条街上都被拦下，真的赶不上地铁。尤其是欧洲的老太特别喜欢，嗯，就被我就被欧洲的老太都喜欢脚。就我在巴黎就是玩的时候，就是基本上就是拐一个街，就会有阿姨过来说，小伙子你的鞋子感觉不错呀。都是什么国度啊？一点都什么不正经的老太，就穿金属丝的老太。就是以后的我每天上街看到小伙子的脚，说小伙子你的鞋可真好看。啊，感觉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练足癖的节目耶。足控福利。下一双鞋也是我穿烂了啊，就真的就是我自己穿烂的鞋。这个鞋其实这也是双很经典的鞋型了吧。对，它这个鞋子叫 Derby Shoes， 嗯，就是德比鞋，逗逼鞋也可以这么理解吧。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三扣的德比鞋，嗯，就是这个鞋子在很多的品牌上，无论是 Prada、 LV、 迪奥，就你所知道的任何的大牌以及一些小众的品牌，它都推出了这种鞋型。行，这种鞋型还是很有普适性啊。我觉得从20岁可以一直穿到七八十岁，而且不管是休闲装还是正装，或者你在上面搭配牛仔裤，嗯，都是非常好看的。我推荐大家买这种头稍微尖一点点的这种皮鞋，会显得你的那个腿比较长。嗯，正装鞋有很多款，比如说牛津鞋呀，或者是布洛克呀，对，这种鞋子我都买过，但是都没有这双鞋的普适价值更高一些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比如说像马丁靴那个最经典的那个矮帮，嗯，它其实也是德比鞋的一个延伸，对，所以一般会搭配正装或者一身黑的时候去穿啊，也是非常的好看。实际上，我个人建议去买就比较光一点的那个 box 皮，嗯，它不是那种漆皮，但是它自带一些光泽，satin光泽，对，就会有一些高级感。嗯，就能想象到以前英国绅士在路上就鞋子被擦得蹭亮的那种感觉。对对，觉得穿休闲穿这种鞋子反而更有味道，嗯，而且我说了嘛，我个人不是喜欢特别新的那种物件，嗯，就是我个人喜欢一种就是使用过的那种感觉，所以这种鞋子越穿越有味道。它穿了之后，它在那个鞋头的部分会有点皱起来。对对，但它在这边有一点皱，你知道有一些就是独立设计师品牌，它反而会把鞋子做的那种旧旧的，像 Red Wings 也会这样做。对对对啊，反正我就是非常喜欢。我个人觉得，只要你的那个审美或者品味好的话，其实并不一定非得买大牌。对，就是你看到一些就款式比较好的一些小众品牌，你就可以收，嗯，你就可以收了。然后这个牌子是英国的一个手工造鞋牌，叫 John White， 嗯，叫 John White 的一个鞋子。当然了，英国就做鞋子很厉害嘛，做男鞋，嗯，比如说 Church 也有这种类似的鞋。Church 鞋真是我夸爆，嗯，绝美，它的版型。对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去看一下 Church 这个鞋子。嗯嗯嗯。好啦，那大家看完了 Lulu 的三双鞋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哪一双最好看呢？欢迎大家在弹幕以及留言里面告诉我们。其实我这个鞋子推荐啊，是我经过挑选和思考的。嗯，就是从年轻到稍微年纪长一些的，整个跨度很大啊。嗯，就作为一个男生，从20岁穿到40岁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嗯，那众所周知呢，英国是一个生产绅士的国家，然后生产。
产绅士，是那种绅士。你又想到那种？我没有。哇，你今天穿了一个双鹰，就是不一样。我没有。然后，如果大家想看一些英国的鞋子的介绍，或者英国定制衣服的介绍，也欢迎大家弹幕告诉我们。或者大家想看英国是怎样生产绅士，怎么穿才像一个英国绅士？对，我们也想做这个主题很久了，因为英国男士的衣服非常有讲究，有说头。就单皮鞋来说，它有很多分类嘛。对。然后不同的分类、不同的搭配，其实是很有讲究的。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，也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面告诉我们。想知道的扣一。那同样的呢，如果大家想看阿哈去年穿烂的三双鞋呢，也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阿哈去年穿烂的三双鞋。对，高频鞋型，也希望可以给大家有一点启发吧。好了，那这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如果你觉得本期的信息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请不要吝啬你的转发、收藏、点赞哦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点关注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，拜拜，拜拜。